公元2110年1月1日，距离地球能源完全枯竭还有3650天。为了解决能源危机，人类制造了赛尔机器人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赛尔号，去寻找传说中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。小西等离开小镇后，来到了荒漠上的一个客栈休息。吉塔便给大家讲述了海盗吉约和尤尼卡是怎样摧毁了卡图冈之门，以及霸占了巨石星的往事。吉塔诉说时，剪刀手萨德罗带领海盗也来到了客栈。第19集，剪刀手萨德罗。萨德罗大人，欢迎欢迎！见过这些家伙吗？好像有，好像没有。到底有没有见过？没。看来你的记忆出了点问题。来人！把他带回去，我们帮他好好回忆回忆。不。我们不能连累老板。看我不拔！阿提达，别乱来，看我的！萨德罗大人。这几个人我见过，我见过。这个家伙是谁呀？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？是新招聘过来的服务员。哼，长得真难看。这几个人我们老板真的没有见过，但是我看见了呀。你见过？你到底是谁？等，我是这里打扫卫生的服务员，我一疼脑子里的事情就忘记了。小家伙，这几个家伙你看着了？对，就是这三个威风凛凛、帅气逼人的家伙，一看就是大人物的机器人。哦，还有一只精灵。你要是再说废话，我就把你的脑袋给夹起来。他们在这里坐了一会儿，喝了很多水，然后就走了。走了？往哪个方向走了？
西边，他们往西边走了。哼，浪费时间，全体注意，向西追击，全速前进。是。哼。出发！没事了。他们已经走了。你们快走吧。这个萨德罗可惹不起呀！哼，我倒是想惹一惹。别，我们能在这里做点小本生意不容易呀。老板，别害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嘿，小西，可真有你的。海盗都是一群铁壳脑袋，骗他们太容易了。这通缉令把我画得还挺帅的嘛。本来想回来拿通缉令，没想到却有更大的收获。看什么？动手！看我宇宙战士阿天打的！我要立功了！我要把你剪成铁皮条！驾驾驾驾！放开，铁达！别！跑！啊，铁达！阿提达，看露露！小西，你快走！佳佳，小西，快走！带着吉他，一定要找到卡图干之门！小米，光线冲撞！别愣着，把这两个家伙看好了，其他人给我出去追。别小看我，看我的极速风火轮！沙德洛老大，那小子跑得真快呀！
飞！哎呦！是我，你们走吧。别开玩笑了，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？你带上我，我们全都要被抓。你逃了，或许还有机会救我们。难道说你不想救你的同伴吗？卡露露，阿爹的，快走吧，你的同伴还等着你去救呢。停下！我在这儿。我跟你们回去，你别再追他们了。真是可爱的孩子，我答应你不再追了。不过我的手下嘛，明白了。我跑不动了。快，就在前面，追，我们就要立功了。小米，看来我们这次真的完蛋了。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中旅行，拥有最无敌的精灵，这些都是最高水平。有哪是下载 Lost Thing？ 我们在飞船上穿行，拥有最强大的实力，我们是银河第一名。说白了，至少是他是第一名。我们寻找新的精灵，据说这样就能出名。啦啦啦啦啦，我们创造新的传奇。